家好，我是力大无穷、朴素廉洁而又故事多多的大象博士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子干垦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讲的是在三国时期，有个叫钟离牧的人，他本来是一个农民，靠种地为生。有一次他在田里收割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无赖走过来，说他的田是自己的，田里种的粮食也是自己的，不准他再收割，还把他从田里赶了出去。那钟离牧会怎么做呢？下面啊，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。子干垦田。三国的时候，有个人在当时非常的有名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他的名字叫钟离牧，字子干。最初他只是一个农民，每天都下地干活。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，一直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。但是和别的农民不同的是，钟离牧晚上并没有立刻就上床休息，而是点亮一盏煤油灯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学习到深夜。钟离牧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他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平庸地当一个农民，即使周围人都嘲笑他的做法，但是钟离牧仍然没有放弃。每天坚持学习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，时间久了，就连他儿子也每天跟着父亲趴在桌子上学习。但是为了生存，在农忙的时候，钟离牧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了，每天在地里干活要干到深夜。因为钟离牧待人谦和有礼，邻居们都非常喜欢他，经常会轮流帮忙照顾他家里的孩子，给他们父子做饭洗衣服。钟离牧的妻子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之后钟离牧没有再婚。有人就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，我怕孩子会吃亏。于是大家对钟离牧就更加敬重了。钟离牧的田地不算多，有20多亩。有一回，钟离牧正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。这个人是周围邻居公认的无赖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抬头大声呵斥他说，这一片稻子是我的，你不准再割了，快走开。说着就站起来，不由分说地开始割稻子。这时隔壁的人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和无赖理论，这明明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稻子，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呀？无赖笑了笑说，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人家都没说什么呢，关你什么事呀？那人转头看了看钟离牧，果然发现钟离牧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出声。那个好心人就过去问他为什么不阻止，钟离牧回答说，他想割就让他割去吧，他是不讲理的人，说也没用。最后田里所有的稻子都被无赖割了，并且拉回了家。钟离牧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个不字。但是好心人为了给钟离牧抱不平，
有一天，他就悄悄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县令。县令听完后也很气愤，随后就下令让下属逮捕了那个无赖。无赖被抓到县衙大堂，跪在地上，吓得全身发抖。县令坐在上面，看过所有的人证物证后，正准备给无赖判刑，突然钟离木匆匆赶来，大喊一声：大人，请等一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县令觉得很奇怪，就问：你难道还要为这个无赖辩护吗？他可是强抢你稻谷的人呐。钟离木说：此人虽然无赖，也的确抢了我的稻谷，但是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。据我了解，他家中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他抢去稻谷也是为了能好好照顾母亲呀。县令听后点点头，觉得钟离木说的也有道理，于是无赖就被无罪释放了。无赖回到家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他和妻子花了几天时间把稻谷打理了出来，大概有600斗，全部都拿去还给钟离木。钟离木关起门来不接受，无赖就把稻谷放在道路旁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拿。于是钟离木的名声就渐渐传开了，后来他就做了官，升任南海太守，之后因为立了战功，被封为都乡侯。小朋友们，无赖把钟离木家的稻田占为己有，明摆着是霸占和抢劫，但钟离木却一句反对的话也不敢说。小朋友们，看到自己的正当利益被人侵犯，却连反对都不敢，这不是仁慈，而是懦弱和纵容。后来啊，邻居把这件事报了官，县官就把无赖抓了起来，经过审问要判刑。钟离木却又主动站出来替无赖求情，说他是为了照顾老母亲才去抢东西，情有可原。小朋友们，一个人就算是为了照顾母亲，也不能去犯罪，而应该通过合法的劳动换取合法的报酬。一个犯了法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而不能因为他有善良的目的，法律就网开一面。钟离木的这些行为啊，实在既荒唐又可笑，同情有余而正义感不足，只看表面不看实质，没有一点原则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后做什么事一定要有原则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可不能像钟离木那样毫无原则哟。记住了吗？